晚上好，我的妆马上。今天都没有补过妆，我又在一直在那染头。好吧，其实在这个光线下，化了白衣服也没有那么明显，就是说，我要怎么才能跟大家，就是说它就是紫色，我要怎么跟大家形容？哦，它就是紫色呢，它就是紫色呢。但是它就是很自然，它不是很突兀的这种紫，你知道吧？等一下，重新开一下哈。好，现在这个光线正常了，这个光线正常。我特地换了一件白衣服，好，打亮点，不是，算了，打亮点没什么用。头上加了一点紫，但是头上没漂，所以头上是这种暗紫，对。然后下面，对，头上是那种紫棕的感觉，棕就紫，就是头上是那种黑茶，但是染加了紫色进去，因为要想让就是这个衔接这个断层不要断得太明显了，对。然后就加了紫色，然后下面呢是调的紫色。紫灰，紫色偏多，但是没有想出来染的，染出来就是灰比紫色要多，然后紫色没有那么明显，你知道吧？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发色好看，我就是就光线不是很明显，但实际上它真的是不一样的，而且下面这一段都漂过了。就比较自然的这种感觉吧，对。但是其实我就是想要它更紫一点，但没出来这种效果，没办法。上面其实也有一点点紫，但是就是黑茶加了一点点紫，对。然后，所以打。光的话，其实头顶也有一点点紫，对。走了你就来了，破防了。我没想到，本来我们想着说等方琦助演完吃饭的，但是等他助演完，我发现店都关门了，就是要停止营业了。主要是我也没想到我会染到8点钟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我去，然后刚好就去买，去 MINISO 买了点。买那个分装瓶，然后去买了2颗鸡蛋，对。发色好看，谢谢奥尔良全集送的荧光棒，对。希望就是大家能看得出来我是染过头发的，大家不能说我像没染似的。对，我现。如果你说我没染，我就是立马天天洗头，天天洗头把它洗出来。但是洗出来应该也不是紫色吧？应该洗不出紫色，洗也是洗灰。而且其实就是室内看它有一点，它就是很暗，就有点蓝灰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它灰的太明显了，我怕被姐姐骂。因为姐姐给我发的颜色是，紫色和粉色，然后我选了紫色。紫色的话，上面会比较深，然后粉色上面会比较浅。然后我又觉得紫色比较好看，而且我一直都想染紫色，然后就染紫色嘛。然后姐姐说，她说灰色不那么好驾驭，她说你不要染纯灰的，你去染一些别的颜色，然后带一点点灰还是可以的。对，但是没有想到它染出来之后是那么的灰。对，我就是现在有点担心了，就是被姐姐看到之后会不会说？对，什么？看不出来就哭给你们看。嗯，那不行吧？我觉得现在也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对，你知道刚才很好笑，我去染头，邓慧文也在那染头。然后邓慧文说，他说他想染紫色，但是他染不了，因为他漂不了嘛。然后呢，我说，哎，我染的就是紫色。对，然后他就在那里，他说，可是你的头顶不紫哎。我说，就是啊，我只染了下面那个那一层啊。然后他说，啊，你是故意的吗？然后我说，对啊，我就是要染渐变。
他说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因为他只看到我的后半截。他说为什么你分层了？我说因为我是故意的呀。对，就是防止分层的方法就是用分层，就是染分层。他染绿色，是他染绿色，但是他想染紫色。对，我没有说手法不行，已经很。他手法已经很不错，他染得很自然，他没有断层的很厉害，还是好看的。对，即使换了衣服也没有把这个颜色凸显出来，就是说他只有拿到我的脸上才是那个颜色。对，对，就是灰紫色。对，它跟上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好吧，这样看也看不出来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毁灭吧。上次分层很明显，上次是我只染一个颜色，但是它分了两层，但是我这次本来就是要染分层的嘛。对，明天再看。对，明天别穿什么衣服才能让它更明显。救命啊，要怎样子，这样子给你们看看侧面。我是说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那款你喜欢的，你说安宥真那个吗？那个是灰色啊，姐姐不让我染灰色，所以我只能染紫色。对，我今天的美瞳还是非常的搭我的头发的，我特地戴了一个，就是那种它的内圈有一点点蓝。为什么要染黑色？不要染黑色。对，染头人不染黑色，绝对不会在自己的头上染黑色，染了黑色之后就没办法回头了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晚上好，不要再说了。对，看不出来我就会难过。对，看不出来我就会难过。什么买紫色的就算头发不是眼睛，不行，它到时候它很快就要掉了，它掉了的话戴紫色的美瞳就不自然。对，把滤镜关了应该看得出来，把滤镜关好像还好吧，我没有用滤镜吧，我没有用滤镜啊，我一直都不用滤镜，我只用美颜啊。对，金毛狮王那个颜色就是我本来的颜色，我染之前的颜色。对，就是染了之后先染现在这样子。对，我总不能过年前再折腾一次吧。其实我想要紫一点，但是它真的不紫，还是有一点点，对，失望的。对，跟之前区别，我漂都漂了，跟之前一点区别都没有的话，我岂不是我更难过，好不好？对，我想把下面染成紫的。等 B50 回来之后再说吧。对，我刚好有一盒紫色的泡泡染还没有用过，还有一盒紫色的泡泡染。对，把它拿去附近的染发店加个手工费，让他帮我染了就可以了，就不要去。对，这个月已经用过了，我们每个月只有一次机会，所以不可能再去公司那边染，而且再去公司那边染的话，那个姐姐也不会给我上，也不会给我染的。对，因为一个月染就半个月染一次，她肯定不会让的。对，对，对，想去再补个色，再折腾妈妈就要打了。
没关系，反正都是要这样回家过年的啦，也不在乎了。那紫色总比它到时候掉成灰的好吧？对吧？找个专业染头选手帮你染，染不就是染会染不均匀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上一次我在学校染的那一次泡泡染，就是导致了我后面发色非常不均匀，因为就是上一次在学校染紫色的时候没有染均匀，所以以至于导致我后面即使去理发店染了，也染不回均匀的发色了，你知道吧？它一掉就会掉的不均匀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还是要去就花一点点手工费去外面染。而且自己染太麻烦了，然后洗头什么的，然后搞得到处都是，对，太麻烦了。对，我现在觉得我的头顶都要比我下面要紫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我这一节都比这一节要紫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但是这只是就是光线的问题和口袋的，就是这个滤镜的问题。因为其实呢，肉眼看呢，这一节就是很黑的，对，对对对，这一节是很黑的，对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本来想让它很明显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昨天晚上做梦，我真的梦到了，我梦，我真的梦，我觉得就是我一直在想，而且我昨天失眠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是梦到我去染头，对，真的就是睡着了，染的粉橘色，然后就是下面是，上面就是那种稍微黄一点，对，就是那种亚麻，然后下面就是粉色，然后下面就是有点橘，就粉橘色，然后我就，然后还断了很多，你知道吧？就很难受，我就梦里惊醒，我说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染头发，什么化妆？因为这样子才能看得出来这个发色到底好不好看。如果我只是普通的，去染一个颜色不漂的话，我就不化妆了。但是我就是要漂，然后要上这种奇奇怪怪的颜色的话，我还是要化个妆看看效果，不然我很难知道这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就是化了妆的自己长什么样，所以我就干脆化了妆去染头。对，就是染头发，如果不化妆的话，就是有一点点不自信，对，真的会不自信，越染越不自信，对。明天10:40发车，对。没想到这个颜色就是不明显嘛，我也没有想到。但是它已经比我想象中的结果要好了。我本来想象中的结果就是很糟糕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不能抱太大的期望，才会就是觉得结果还可以，对，挺好看，不带粉丝滤镜那种。我也没有说这个颜色不好看，我只是觉得它不明显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在室内光线很暗的时候，我就跟染了个黑头，黑色没有什么区别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只有在外面光线一打的时候，才会有明显的分层。对，自然光下肯定明显无论什么发色，自然光下都很明显。看得出紫，最好是下面那段看得出紫，不是上面那段，因为上面那段其实只是一个调和的，对，对，一定要是下面看得出来才好，上面看出来那可没用，那怎么会这样？对，我还买了，就是说，
我昨天晚上就是好不容易就决定了要染紫色的发尾之后，然后我就去买了紫色的固色洗发水。好的，今天就是说染完之后发现它并没有那么的紫，它反而是有点偏蓝偏灰。因为固色洗发水分三种颜色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是想要叶舒淇那种效果，它那个紫色太紫了，我不喜欢那种紫。我只是想要在这个层次上面稍微加一丢丢紫色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再紫一点点，我不想要叶舒淇那种紫，对，那种紫太就是太亮了，知道吧？就太明亮了，我不喜欢那么亮的颜色，我喜欢暗一点的，对，因为我不适合那么亮的颜色。下面啊，哦，好的，对，但是我今天上染发膏的时候，染发膏的颜色确实是跟它的那个颜色很像，对。然后我说到哪儿了？我说到哪儿了呀？我应该给你们看看我本来染的那个，给他们看的那个效果图，就是说我应该给你们看一下。吓死我了，腾讯！观众为你们选择了起床时间。卡死了，这个手机。对哦，三种固色洗发水，一个是灰色，一个是蓝色，一个是紫色。对，然后。我买了紫色，好家伙！后来我的头上只剩下蓝色和灰色了。我现在觉得那个紫色的固色洗发水是不是有一点多余？谢谢李真送的柠檬水。对，因为我昨天晚上不买的话，它今天就到不了了。对，它今天就到了。对，哎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用吧。反正洗掉了再去补吧。今天吹了一吹这个刘海，这个就谢谢 ELEMENT 送的糖果，对，摆烂也没有啦，对，我还是很在乎这个事情的，但我不能耿耿于怀。要是我耿耿于怀的话，我整个人就会被纠结在里面，对。就是一个，我就很容易把自己困在里面。我是觉得漂都漂了，要是染不出一点明显的颜色，我就觉得很吃亏。对，染都染了，不折腾几次怎么行呢？反正折腾完就咔嚓一下把它剪了就是了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谢谢 PRITAZ 送的荧光棒，可能。I'll be back. 随机播放把我吓死了，应该过完年回来才会剪吧？对，我可能要稍微等它稍微留长一点再剪。天呐，它在就是室内下真的没有任何的区别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发生这种这么荒唐的事情啊？我知道了，我拿泡泡染洗头。对，我去拿个泡泡染洗头吧，就是说。好难过哦，好难过哦，怎么会这样？算了，现在反正现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更改的了，就算要更改也是 building 回来之后了。对，啊，不是啊，我洗下面啊，就是拿泡泡染洗下面的。漂过的头发，我才不会洗上面的头发呢。今天 Tony 老师告诉我，他说发质软的人都以为自己很适合漂发，漂几次把发质漂硬了，还可以再漂几次才会伤头发。其实发质软的人更不适合漂头发，因为发质软更容易断，发质硬才不容易断呢。他说发质硬的话，就是。
漂头发才不那么容易断，而且还可以折腾好几次。对，我一直以为是发质软的人才适合漂头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他就是先把自己的发质漂，就是漂的，就是硬，就是硬一点，然后后面折腾的话就不那个了。对，然后后来我，然后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发质硬的人才适合漂头，发质软的才不适合漂头。邓辉就是发质软的，他今天被拒绝了漂头。对，就是他经过了姐姐的同意，他可以漂头了。来到理发店，然后 Tony 说不能漂，对，你再漂你的头就磨得了，就是说笑死。对，你知道从我坐下的那一刻开始，姐姐说她的头发已经就是不能漂了。对，然后帮我吹头的那个 Tony 也说，确实他的发质就是说已经宣告不能再漂了。后来他就开始上颜色嘛，他不漂，但是他上颜色，上着上着，那个 Tony 也第三个 Tony 也说，你这头不能漂了。对，我说你好可怜，邓辉，他坐在那里就已经被三个 Tony 说你不能再漂头了。对，就是一整个就是救不回来的状态。对，对，等会就是坐在那里生无可恋。对，我说你头发这么短，你养一养，把那些漂过的剪掉之后，你再漂吧，你不要再就伤害你的头发了。对，它确实染的是绿色啊。也没错，他就是染的绿色，我看着他上的，我在吹头，他就上染膏。对，我今天这个美瞳好滑片啊，就是说我今天一直在滑片。为什么这首歌就是说没有音源？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因为我最近总是刷到它。我虽然之前它出 MV 的时候我就看过了。你远一点就会有分层的感觉。我不知道，就是这个是美瞳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我戴我的美瞳也不滑片啊，有的美瞳就滑片啊，所以这是美瞳的问题，跟我自己没有什么问题。今天那个 Tony 老师说他帮我吹头，对，他说因为我平时不是他问我分哪一边嘛，因为我平时不是喜欢把它往那边分嘛。对，然后他说不不不，你要往那边分，然后就把我的头往那边吹，你知道吧。对，就是他说因为你这边比较秃，所以你不能把这边露出来，就是那边这边头发少。他说因为你正常来说你的分界线在这边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从这边分把头发分过去那边，才会显得你的颅顶很高。对，大家表演一下，我只要把分，因为他自然而然的被我撩了几次之后他又回去了，你知道吧。就是本来吹完头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，吹完头的时候他可能是这样的。对，这些头发都在那边，然后他还帮我吹了个高颅顶。对，
对，然后这边头发就很蓬松，你知道吧？还是这样的，但是你知道外面风一吹，然后我一撩，它就又回去了。对，确实我这边要比这边要秃，对，真的，这边很秃。换一边有不一样，对啊，换一边会不一样，就整个人确实很不一样，对。然后他说你很适合那种甜酷风，对，我发现发型师都很会，就是很会讲，就是 聊这种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换一边，你说这边还是这边？我没有梳子，这里拿个笔，哦，知道了，拿个刷子。今天应该在那个 MINISO 买那个夹子的，忘记了，我只记得自己要买那个什么分装，买了就走了，丝毫不记得要去看看夹子。就是如果这样分的话要喷发胶的，不然它这里就会飞起来，就是要把它压下去，就分这边的感觉会很不一样，跟平时发缝嘛，换啊，我做造型就换发缝，就很不一样，如果分这边的话，对，就有这种感觉。什么按照托尼的建议分，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主要是我刚剪了刘海不适合，因为刘海太短了，分到哪边都会难受。什么背带裤？我今天本来穿那个背带裙的，然后就是说它是白色的，我就放弃了。真的就是不可以穿浅色衣服去染头，你知道吧？一定会弄脏的，虽然这种是概率事件。明天10:40发车的话，那我几点起来呢？那我9点，差不多9点。那我今天。反正睡不够了，即使我想睡但我睡不着也那就没办法。对，谢谢微微微送的荧光棒。对，我昨天晚上也很晚睡，就是一整个睡不着。爸爸
今天早上还醒了，然后翻来覆去的，对。我真的最近这一个星期都失眠，对。怎么会这样？倒不怎么做梦了，对，生物钟真的难调，对，肯定不是枕头和床的问题啊，我又不是第一次住在这里，对，不能怪这些外在因素的，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住在我的房间，对，也不是啊，就是你去咨询医生，医生也只会给你开药啊，我又不想吃，我又不是没有，我只是不想吃而已，对，太痛苦了，就是说失眠，对，睡不着脑子也不好，但是睡不着脑子不好这种东西是短暂的，但是吃药脑子不好是长久的不可逆的一个伤害，你知道吧，对，所以还是放弃了，放弃，对，嗯，就是希望下个星期可以正常一点，对，虽然明天就是下个星期了，对，而且主要是吃药的话很容易有戒断反应的吧，对，戒断反应很痛苦的，就是比原本失眠可能还要痛苦，就这种，对，而且戒断反应期很长，嗯，其实我已经试过了能试的所有的就是助眠的方法了，比如说香薰，比如说睡前喝牛奶啊，热牛奶啊，或者是泡泡脚啊，就是这种，嗯，就是尽可能的能试的我都试，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任何的作用，对，对，什么轻音乐啊，钢琴曲啊，晚安曲啊，就我都试过，对，不要给这种建议。上高数课吗？可是我没有什么感觉啊，对这种，对，吃宵夜不行，我昨天晚上就是吃了面啊、吃了米线，对，我晚上4点钟了，我的肚子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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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就是在燃烧，你知道吗，对，就是它没消化，其实平时要是消化快的话它就消化了，是没有消化的话就咕咕咕咕咕咕咕，然后昨天晚上4点多了，我的肚子还是咕咕咕咕咕咕咕，我一整个就是两眼呆滞的状态，对，什么睡不着跟陈真真聊天，笑死了，他不睡觉的吗？啊，确实他也挺晚睡的，之前也聊得很晚。我觉得不睡觉，对，笑死 ，ASMR 也不行啊，对，对，但是其实你说我不困，没有困意，就不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吧？就谢谢老哥送柠檬茶。柠檬水，我也不是不困，我也不会，不是不会产生困意，只是那个点真的不困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很困啊，我现在的眼皮就在打架啊，但是我现在卸了妆洗完澡，我就是生龙活虎，你懂吗？就不是点不点的问题，就是只要我现在就是去洗漱了，我就不困了，就只要你去洗漱了就不困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而且我经常就是那种7、8点我就开始犯困，然后10点了我也在犯困，
然后开始洗澡，就是洗漱啊洗澡，然后完了之后，然后就是开始真的躺在床上的时候，那一刻就真的是不困，你知道吧？而且我经常就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我，哇，就已经就是在床上酝酿睡。好的，我有睡意了，我困了，我把手机一放下，把被子一拉，躺好，然后我的眼睛又会在那里，就是突然间清醒，你知道这种感觉吗？即使我是已经是有困意了，在床上，我把手机一放下，我就没有困意了，这种感觉，懂吗？我觉得我下次一定要玩手机玩到睡着为止，就那种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可能我就是手机嘛，管它呢，第二天起来再充电吧，就是这种。对，什么呀？我的世界长篇整合包，那是什么呀？笑死，真的，脑力消耗不多，我脑力还消耗不多吗？对，我觉得我脑力和体力消耗都挺多的了，因为平时又跳舞，然后记动作之类的，对，早点洗澡卸妆，素颜电台，困了就关了睡，之前在学校这样。游戏实况，可是我不玩游戏啊，我只会觉得很无聊，然后退出去啊。对，对，催眠视频是什么？讲什么的？就是那种叫我去看书啊，这种就不要。对，不是无聊才会困的，我睡不着，我也确实很无，我是，等一下，我睡不着，所以我很无聊，我不是。我不是无聊才会困啊，这个前后关系你懂吗？我不是无聊才会困啊，我是睡不着才无聊啊。对，我看书不会困的，反而会越看越精神，因为我喜欢看书。就是说，就是大家给过建议我都已经能试的我都已经试过了，没有说大家的建议不好用的意思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对，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失眠这个事情。释放压力，可是压力的点在哪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对，失眠之后会很困吗？还好哎，我即使睡不够，我早上起来会很精神。对，做啥会很困？我都是在不应该困的点很困，对。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失眠，我明明生日公演也办完了，对。才不是因为这个嘞。我要你爱上我，有多久我已经爱上你，你走不动，想拉你的手，想吻你的头，我沉默太久，这一句我爱你说出口，我会用这一生为你守候。笑死，倒也没有愁那么早的意思哈。对，对，我有想过是不是因为生物钟的问题。对，但是越来越晚睡，这是生物钟的问题吗？对，我已经
好久没有试过在4点前睡着了吧？哦，上个星期有一次是3点半睡的，但是只有那一次。对，我都在4点过后才入睡的。这不是我的正常作息。了解我的人就会知道，我以前都是早睡的，我是这里面作息非常正常的一个人，因为我要上学平时。对，这不正常对于我来说。我来了4年了，我也不至于从现在开始才会有这种4-8的作息，好不好？再去上个学，好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。再去上个学，对，笑死了，我去读书了，笑死了，去读书，对，不考研啊，对，我连本都不是考什么研啊。我直接跳过去是吗？对，为什么大家都总是就是忽略这个问题？对，什么？如果读书能正常点，但是其实我在上个学期的末尾的时候，我也是失眠的。对，就是我在学校的作息是这样子的，我在学校的作息是11点半睡觉，睡着，然后第二天7点半醒来。对，在学校就非常规律了，就这个时间。但是我在，在学校最后的那个，就是在封校的那2个星期里面，我也是失眠的，就是每天2点多才睡。对，对，对于在学校2点多来睡，这已经是失眠了。对，因为平时在学校是11点半睡的，所以2点半已经算是失眠了。对。对，在学校的生活就非常健康。对，然后我其实之前一直有失眠，只不过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对，没有早八，但也不是啊，就是我早上没事，我之前也会早起的。就是我想要早起，我想调整作息，但是就是调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太难受了，这种感觉。就是我是想早睡的，但是我就是睡不着，然后我失眠之后，我又不可能很早起来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我不可能都已经5点多睡着了，我说啊，我要8点钟起来，对，那不是折磨自己吗？对，这样会猝死的。那我都失眠了，我只能让自己多睡一会儿。我今天妆化的好淡哦。这已经很淡了，跟我平时直播比起来，这个妆。谢谢 Raining 十一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明天穿什么？口袋的你是一些没有毛孔人，对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明天我可能穿这个吧。给大家看看，嘿嘿，快看看我的铺，嘿嘿，我的铺。
明天可能穿这个吧，但我合影可能不穿这个，我可能要穿试一下那个白色裙子，但是那个白色的裙子在剧场，我要先看看。对，维尼全套也不是吧，裙子可能就是搭一个看什么搭一个裙子。对，怎么穿噗噗就不是了，笑死。我本来都已经想好了说要不要握手穿那套制服的，就是上一次对章的那一套深蓝色制服，三角函数那一套，就是有西装，就是外套的那个小外套的那个西装小外套那个，我本来都已经想好穿那个，但是要对章了，我上次对章也是穿的这套，然后我就说啊，算了，还是要换一套。然后我也不知道能穿啥了，对，因为就是感觉裙子都穿差不多了，卫衣的话又太普通了，对。我有穿没有穿过什么风格吗？我确实没有新衣服了，刚刚那件就是新衣服，对。我已经很久没有买新衣服了，对。今年我很少买衣服。不要再说了，本命年，我们没有那么讲究说本命年一定要干嘛吧，反正我妈还从来没有讲过本命年要干嘛干嘛干嘛，对，本命年要干嘛嘛，也没有什么要干嘛吧，我妈也没有说啊，再说距离本命年还早呢，对。仿佛我今年在过本命年一样，已经把红色穿了个遍，就是说。真的吗？我感觉我们家也没有什么讲究吧，这种东西。这可能是我妈没有跟我讲过这种东西。16号，等一下，看一眼16号是星期天吗？是方琦生日对吧？方琦的星座，方琦邓慧的星座是吧？好像是，看一眼。为什么每一年的农历生日我都在工作？16号是我的农历生日，但是我也在工作。对，我去年农历生日在电视台录春晚，然后今年就是在剧场。对，我说了冬婚啊。你不要带节奏哈，因为疫情嘛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外物。对，不要带节奏哈。
有信吗？有吧，有吧，应该有吧，反正吴亦菲有，对，吴亦菲有，对，有吧，但是不是你吧？怎么啦？怎么不能是我？怎么不能是我？你说，对，那么让你磕磕别的什么东西？给魏飞写是肯定的呀，对，因为说好了要给他写。星座给他写，没写那么多字，我给胡冰冰。我怎么能写出2000字？我写不出2000字。等一下，那天写到写通宵的原因是什么？是那天跨完年，已经很晚了。回到来直播完已经2点多了，对，然后洗漱完，然后到床上就是拉伸运动完之后，然后好不容易静下来了，我才开始写，然后写到了5点多，是因为那天工作本来就很晚，所以才会写的那么晚。如果平时的话，我当然不可能会写到这么晚啊，对，而且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真的就是迟迟都没有写。对，他叫我写信的时候，我还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给你写，我真的写不出来。因为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说太难了。然后对，然后后来是，然后我是这么跟他说，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写出来，但我又很害怕我写不出来什么东西，我也写不下去，因为那段时间就太糟糕了，对。然后我就很害怕，就是，然后他又跟我说，然后我答应下来了，我后面写没写出来，然后又不好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你有别的人选吗？你要不要先找？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找艾佳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说你要不要先找别人写一下，我说我会写的，如果你实在没有找到人的话，我说我会尽量写的，没有找到人的话我会给你念的，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真的不确定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什么谁懂我，搜索懂我。也不是说开头难写，我写了很久，我写了一下放下手机，写一下放下手机，这种感觉你知道吧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，写信真的太难了。对，什么写信那么卷，1200字，可是还好吧，也没有很长啊，这封信1200字好像还好吧，毕竟写很多的也有啊，不是吗？对，1200字读起来很快就没了，它只是听起来很多字而已，其实读起来也就这点时间罢了，知道吧？呜，我真的，我那天晚上就把自己就是写累崩了，都已经，对，就我觉得这也写不，就是我是一是觉得自己怎么写的不对，我觉得自己很憋屈，对，然后写着写着就觉得啊，我怎么这么委屈，对，我那天，对，我，然后我第二天眼睛都是肿的，对。公演的时候明明眼睛都是肿的，对，翻旧账，我跟方琦学的，不是，对，我随便说的，对，
对不起，我的嘴跑得比我的脑子快了，对，对不起。好的，不选择学这个。他是木头，那我就是铁树，不是？对，主要是我真的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就很多话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太痛苦了，对谁都一样，也不是对他才这样，我对谁都表达不出来，对，对，真的，对。我觉得方琦应该很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一点，对，因为我也是那种，我就是有什么事我也不会说出来的那种，对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也不是说这个事情很难怎么样的，对，然后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，然后就会觉得很没有必要，然后就很，对。就比较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无非别扭点，无非在对方琦才别扭吧，他对我又不别扭，他对我有什么好别扭的？不过有时候他对我也有点别扭，但他不是那种别扭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他对我的别扭是会想很多那种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说魏飞，这种东西要留到信里面说，不然的话到时候信就没东西写。对，咻勾勾，咻勾勾，什么？你让方琦陪他去什么东西啊？但是魏飞还是很像小朋友的，他很多东西都是需要陪的，对，对，只是在不同的人面前有不一样的感觉吧。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吧，在不同的人面前会是不一样的那种性格的感觉。就可能比如说我在这个人面前我是比较活泼开朗的，但是在这个人面前我又是那种严肃认真，然后在这个人面前我又是那种高冷一点，对，我觉得在不同的人面前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我觉得吴雨霏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这种，对，什么他之前找他和你一起去体检，嗯，就这么堵，我不明白这句话。播到几点呢？播到20分吧。等一下哈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什么？这是我的。我想把这个我买的那个番薯干拆掉，想试试。
因为我前两天看到总是刷到它，对，然后我就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，然后就买回来了。番薯干，就是红薯干的意思，对，就是我们叫番薯干吧，就是对。想拿个小的，大晚上的不消化。它怎么都这么大块？你们小块的，嗯，这个小块。但是它看起来长得，它看起来长得不那么好吃，对不起，希望味道会好吃。对，它就是那种独立包装，对，不是散装，它是一包被我拆开了，它是一包的，它是一整包的，它只是被我倒出来了，它然后它是分开的独立包装。别人怎么这么丝滑呢？你怎么就这么难挤出来呢？就是说这合理吗？散装会好吃啊，我觉得散装要是我吃不完的话就会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又不是那种经常吃的，这种就是那种看电视很喜欢吃的那种零食，你知道吧？我也没有说它不好吃，那要怎么说呢？嗯，它没有加糖，它是不甜的，对，它的糖分就是它本来的糖分，对，它没有添加糖，所以它不甜，对，硬啊，也不是很硬啦，其实它没有那么硬。就是有一点难扯，哎，这边的好糯啊，这边的怎么那么硬？有点粘牙。嗯，我觉得适合这种就是减肥的人吃，就是有饱腹感。其实味道还可以啊，其实它这一个套装，一个是带皮的，然后这种就是带皮的，然后它有一个不带皮的，是这种颜色。我感觉这个看起来会比那个甜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颜色问题吧。回甘。什么东西？总选直播旁边是谁？归宁啊！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但是人家现在都不在这了，你想知道这个干嘛吗？他也没有露脸啊，不回来啊，我们只是一起出去玩而已啊，对吗？不能我们一起出去玩吗？什么时候来找啊？应该是什么时候去找他玩，他不会来找我玩的，只会是我去找他玩。对呀，为什么这么久了就突然间问起这个问题？这问题不是应该当天问吗？
谁懂？粘牙。什么？上次及时告诉你的朋友？哪个朋友？哦，他不知道吗？那天直播他不知道吗？我播了四个小时，他不知道吗？摸摸头，这还不让难过。我播了四个小时，他都不知道。他就播四个小时，他一直在我旁边。对，下一次去找他，可能三月份有空的话，然后三月份有空没有疫情的话。骂你了，你是不知道他以前，可能是你不知道他以前推过音。如果你知道，你该会告诉他是吧？你可能之前并不知道这件事情。什么约在北京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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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晚上去西安。对，三月份就是奔走。希望三月份的我能顺利去成北京。对，毕竟四年了，我还没有被人邀请过去别的地方助演了，这种机会怎么能，就是说又可以助演，就是助演到，对，助演到想要一起合作的人，然后又可以去一个地方，嗯，对吧？还好拿了个小的，不然都吃不完。对，跳不了，跳不了，这种东西要爆皮的。对。北京管得很严，对。怎么还去跳公演呢？包鸡酒吗？应该吧。我还没有问他这个。不包是不是有点北京很冷。我可以接受冷。这个就是说太粘牙了，太难受了。救命啊，这个嚼了我好久。关了，好的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明天还会再播的，拜拜，明天握手见。拜拜，晚安。